悬疑问答。师傅，就是我，就是有的，不是有的师兄，不是往生了，不是有的群里自发的帮组织他帮助助念，他这个助念的时候怎么祈求呢？更如理如法呢？就是群里的同修帮他助念，帮助念们祈求嘛，就是请大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保佑某某某佛友能够学佛精进啊，身体好啊，能够消除业障啊，都可以讲，就这样了。好，那往生的他怎么祈求呢？往生的啊，往生，往生的就是啊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垂怜众生啊，某某某啊，希望他我们能够帮助他能够超脱六道，进入四圣道，请菩萨垂怜，能够帮助他能够脱离啊六道轮回啊，以他的功德啊，加上我们的啊助念，能够帮助到他。好啦，记下来。哦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嗯，好的，好的。